K 驾到的粉丝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孟佳。就工作完之后，然后粉丝都很喜欢我的那些作品，或者是我带来的表演的话，我就会非常非常感动。我最想跟所有的明星都合作。其实我蛮喜欢那种氛围，就是跟好朋友一起录节目，因为之前在国外的时候，我就有跟我的好朋友菲菲跟周密，然后三个人有主持过一个节目。我觉得那个气氛能让来的艺人朋友们也玩得开心，然后我们自己也玩得开心，所以我还蛮希望有一些那样的合作的。虽然我还没有感受过，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可能未来有了老公有了孩子，然后一家人的那种感觉可能是最幸福的吧。现在已经录完了这首歌曲，然后还在陆续收歌当中，应该算刚开头吧。看如果要算有三份的话，第一份应该差不多结束了，然后开始第二份、第三份。知道，但我会尽快的，因为这次的话，我想出的歌比较多一点，所以可能时间会稍微比之前长一些，但是我也会尽快，在今年之前会出的，是展现最真实的我，然后比较我的感受吧。我会参与新专辑的写歌和写曲比较多一点，然后都说的是我自己的故事。我没有给自己定只往哪一个方面发展，因为我可能会有很多的不同身份跟大家见面，比如说设计师啊，比如说制作人啊，等等。对，我没有给自己定只上什么或是只做什么。所以粉丝们说，谢谢你们一直这样支持我，然后你们在微博啊，或者是在其他社交软件上给我留的言，我都有看到。然后我现在在准备我的新作品了，所以希望大家还是可以继续的支持。如果真的是好音乐，真的你们也喜欢，适合你们的胃口，那就帮我多多点赞，或者多多转发之类的。然后希望你们开心就好，因为我带来的东西都是希望大家可以开心的，希望可以给你们很多正能量。 OK 驾到的粉丝朋友们再见，下次见咯，拜拜。